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牙一口甜甜的呀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粉丝制作的幸运方块地图，叫做《送给木鱼和小铃铛的幸运方块大乱斗》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咱们看一下告示牌上的内容，作者的话是叫甜甜雨欣，这个是他的迷你号。做图不容易，希望得到支持，希望小伙伴们多多支持他。然后本图的话是专为我跟小铃铛做的，希望我和小铃铛喜欢，挺喜欢的。挺喜欢的，但是我矿的名车，好像少了一个点。不遇到的爱你哦，给你准备了狙击枪，不过你需要自己找出来，在哪里呢？娱乐场所找一找。是这边吗，哥哥？还有什我么走东西了，吗？地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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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是给我准备的礼物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！地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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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
这什么？竟然还有娱乐场所，等一下，小型娱乐场所等着你。然后尖叫鸡、幸运大比拼，这什么？用彩蛋枪打尖叫鸡会发出声音，谁的声音更好听，谁就是胜者。温馨提示：要用彩蛋枪一直打，最后要把彩蛋枪的颜色换成彩色。来，咱们试一下。嗯，好吧。换成，给它换成绿色吧。这个绿色挺搭配的。等一下，我先把音效给它拿出来，开始啦。怎么换颜色呀，哥哥？我又忘了。再换个颜色看，这种绿呢？怎么还是这种颜色？这种声音啊？这我感觉我可以玩一期。嗯，我也觉得。提问墙，然后这是什么？这里有小粉想问木鱼的问题，第一个木鱼能不能露一下脸？不行，不露就不。哼，第二个木鱼你到底几岁？我是15岁。第三个什么时候才能跟乌鸦王成员一起录视频呢？这个就有点头疼了。嗯，是头疼了。我觉得吧，我的哎呦，我的狙击枪应该是在上面。狙击枪。这里顶头了。狙击枪，哎呦，顶头了。嘿，啊！哇！哥哥你拿吧，我不要了。继续。我不要了，你走吧。他上面会准备什么东西啊？幸运和快乐。这什么？小铃铛那边好像有空气枪，就必须是木鱼打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幸亏我没有跳。小铃铛哎，小铃铛哎，你好像很久都没有。哥哥啊，哥哥，我错了，哥哥，对不起，我给你磕头了。我先送你回去啊，你直接点重生啊，就不用跑了呀。谢谢您嘞，谢谢。对吧？嗯。我是不是很贴心？嗯，很贴心，特别贴心。好了，咱们准备开心方块吧，各位各位。哎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？预备备，开始。子弹。棒棒糖。岩浆短剑。棒棒糖。这什么？巧克力蛋。哎，这什么？生物蛋挑战一级。短剑。还有打 boss 的吗？岩浆短剑。召唤三个小朋友一起战斗，只能用四次，可以用牛奶修复。干什么？中间有空气墙的，你是不是傻哟？二级魔法法杖，你不要嚣张！我告诉你，这什么？我不傻呀！等等，我的发，木鱼的口水。由于木鱼是趴着睡觉的，所以它的口水形成了一个泡泡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个作者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经历呀、啊？我的天哪！你怎么知道？讨厌，神仙棒棒糖，趴着睡觉。美味的胖胖糖吃过后会有奇妙的效果，我看一下到底有什么效果。哎，来，哎，不是说好的吃的呢？结果是右键释放的。哎，急救药包。哎呦，这什么？上帝之剑，超级无敌的大神神器，伤害1000，我的天哪！终极挑战。这什么？刺猬之王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刚刚好像变成了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没有，哪有？没有，我明明看到了，好吧？
哎呦，这小铃铛为什么打我呀？你是小铃铛吗？我是小铃铛呀。他打你怎么了？没毛病啊。可是小铃铛怎么能打小铃铛呢？为了吃的吗？哎，我看完了，看完了，看完了。然后这边是 PVP 了吗？好像是 PVP 了。咱们先来打 BOSS 吧，先打 BOSS 啊。BOSS 在哪里啊？这个，先这个家伙，我看一下伤害一千能不能把他秒杀。不是，说好的伤害一千呢？结果要两刀。那你在床上睡一下，小木鱼。出来吧，鸟魔兽，打他！不是，这所谓的 BOSS 是雕像吗？他居然不动的。没有 BOSS 吧？还有一个，打他，打他！这不就刚刚那个 BOSS 吗？哎，他有掉什么东西？掉什么东西？闪金胸甲一个。哎呦！啊！你家的小木鱼，不要再打我了！来吧来吧来吧，咱们 PVP 吧。等一下啊，你确定我还能进得去吗？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从你那边进去啊，是不是傻哟？可是我们家的小铃铛也在打我。这叫什么？上帝之剑。看见？哎呀！小猫子，你把这个大不可移动。看见？给你放个。看见，哎呦，看见！我怎么自己把自己炸死了？是我把你炸死了呀！看见，看见，看见！小铃铛，看见吗？小铃铛，说好的出蛋呢？出蛋个头呀！出来了！上吧，小朋友们，干掉他！哎，这还真是小朋友啊！我看一下，我还有什么杀气？刺猬之王的神器，有什么效果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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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小铃铛的扳手为什么放？哎，放不出来的。我要让你们去。去什么？去什么？没什么，这武器的冷却时间有点久哈。岩浆短剑。呀呀呀呀！吓你个头！吓你个头啊！甜心棒棒糖，你还甜心棒棒糖？还神仙棒棒糖？还神仙棒棒糖，这神仙棒棒糖，来来来啊来啊，神仙棒棒糖啊！去跟他抬杠，我走了，回家了。嗯，蛋糕。好了，别打我了，小弟，你打我，我生气了。咱们结束这一期了，好气哦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拜。